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荷兰的鹿特丹，鹿特丹可以说是现代城市博物馆的大化身啊，尤其是鹿特丹十几年前啊，前面这栋大楼有没有看到？十几年前呢，成龙有一部片子叫《我是谁》，就从那一栋大楼跳下来。当时鹿特丹给予这部电影非常大的资源，希望他能够借由电影把鹿特丹这个城市呢推展出来。当然、特技动作再加上这个鹿特丹，相信呢，他给予电影的支出啊，跟赞助，这很厉害哈。其实很多的国家他很聪明，他懂得利用电影啊来推展他的城市观光哦。就不等你啊，成功哦，你这个城市一道的请过来哈，昂起来，这就是上厉害的所在。规个鹿特丹转播这个城市呢，那新的城市相共，你要看到伊的古建筑物足少的，大部分你所看到的拢是新建筑物啊。这个新建筑物呢，定义是所有世界上有名的建筑师呢，来到这个城市，好好啊来建设，起成一栋一栋。造型非常独特的建筑物。那当我们进来这一个方块屋，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，欧洲第一大港，国际化的城市。鹿特丹跟大多数的欧洲都市都不一样，它没有一大堆的宫殿，它也没有教堂，很多古迹、老房子，感觉非常的摩登，很现代化。在一出世界大战的时阵呢，鹿特丹遭受到德军的猛烈攻击，整个城市呢几乎全毁了。重建后的鹿特丹可以说是一座全新的都市，在这个充满现代感的建筑迷来到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大饱眼福哦。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今晚那边写着的叫做方块屋，这个方块屋呢，如果你对建筑一窍不通，你会一探究竟，想来出去了安尼唰唰，有法多个去掉的啊，酷品啊。那我们来到了这个饭店的门口，就有那个路面电车，在这方块屋当中穿梭。来荷兰，首要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卡达恰啊，还要非常留意脚踏车。OK， 来，我们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看哈，来准备来看看，方块屋。那我刚刚有说过了，你刚刚有看到了荷兰的路面电车鹿特丹啊。鹿特丹的路面电车规模也是第二大，第一大当然是在阿姆斯特丹了。鹿特丹的城市为了观光，为了被促销，成龙的电影《我是谁》也有在这边拍摄了一段追逐的戏码。啊，今麦继续看这个鹿特丹方块屋一起型安尼哈啊，唰唰哈一嘎一嘎哈。但是实际上啊，它很特别的是，这些立体方块屋的菱形建筑呢，室内到底要如何装潢摆设呢？我告诉你，它只是外面做成这个样子。一来电呢，跟一般的房子没什么不一样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外面的探头探脑呢，当时在盖这栋房子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居民没有想到哈，竟然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的目光。前面这一栋大楼呢，那个么字形的哈，那就是咱澳洲上盖大室内，嘛是荷兰哦，上盖大一个室内的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哦。他们家这方块屋其实哈，后来撸来撸着游客来，其实进来都有几个方块屋，也是可以参观哈，收差不多2欧啦，两欧，一户三层楼，大概33平左右哈。他们利用里面的斜角，其实里面他们还是规划出正方形的样子来啊。鹿特丹的立体方块屋是20世纪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建筑，80年代初期就是引领风潮的前卫建筑。在这里呢，你哪被给比啊，自己花2块钱了。常常很多人会认为说，哇啊，这个怎么，有时候说没包里来的哦。
告诉你，你到了一个城市，你也不可能每一个教堂你都有进去，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每一个地方都进去，不可能一个城市你到这有十个教堂，你十个教堂都包给你，而且他们澳洲的教堂呢，真侪所在入去是爱钱的，你必须顾及到他有没有做弥撒哦，然后呢，你能不能进去，他有没有在维修等等非常多的因素。所以在旅游行程当中，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包含在内的，很多的地方呢，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时间把它包含在内哦。所以来到家哈，在其实这里面你说好不好呢？还可以啦。但是它的建筑就是很一般的，可以让到设计的安尼鸟，因为它只是外面建筑成这个样子，其实里面它还是把它规划成，这一种方形的哈，颠覆传统的造型，由38个倾斜45度角的立体方块相连而成，每一个方块以45度角架空在六角形的柱子上面，铅笔形的窗框，有看到无？立体式的造型，安尼有棱有角。荷兰大部分的国土都低于海平面，荷兰建筑一般都会架高半层或是一层，底层呢，这空间这储藏，第一层开始客厅。讲实在话哈，立体屋，伊是四个空间甲造型的，光是走在这个底下呢，就会觉得很震撼的，有点压迫感，但真的很特别啦啊。这个建筑师能够做出这样子来了，还是算是非常有艺术眼光哦。走在这个方块屋哦。一时之间呢，如果你看天花板啊，看天空，你又一下子认不出哪一个方向才是出口啊，有一点像都市丛林一般。所以当时，电影跟城市的结合，推展出了荷兰这个最著名的方块屋，还有包含荷兰的一些特色，这些都是呢，非常著名的景点呢。那当然，它的斜对面呢，就是在欧洲算是数一数二，也在荷兰数一数二的一个大型的超商。哇，这整个呢小城市呢，就因为这一整排的方块屋，就因为这一整排，我刚刚有讲哦，鹿特丹其实它不是古迹的城市，它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。但是如何让现代化的城市呢，带来这么多的观光客愿意来这边看，它一定要有它的行销手法，叫来这么多的建筑师，这些建筑师呢，就在这个地方拔地而起呢，盖出了这一些有特色的建筑物，才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投向这边。再加上跟电影业的配合，所以鹿特丹吸引了非常多的华人来到这个地方居住。这边的纬度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平均气温就在20度到15度，这么好的气候去哪找啊？所以鹿特丹可以说是在荷兰最适合人民居住的一个美丽城市。那我们绕到了另外一端，来个看麦哈，另外一边啦哈，来个看麦荷兰的另外一个最有名的步行大街，这个街道呢也是很好的逛街的地方啊。这个规个街道的东西哈，做好做好设计的所在啦啊。
来，咱他们家呢的马马拉西亚哈，来看看这么好逛的街道，这么好逛的街道，然后来看看呢，这个街道上面的很多卖当地荷兰具有特色的这些商品哦，还有我们前面哦可以呢所看到的一个叫做圣罗伦斯教堂，这是一个中世纪的新教教堂，它也曾经遭受了二战战火的摧残，但是它修复的还不错了哈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条呢，其实呢是最有名的鹿特丹的一个逛街的地方哈，绵延了好几百公尺哈，加在UK 上尾尾东地到底诶，这个欧米亚给弄来到这哦，你甲看哦，荷兰哦，上盖大特色就是卡达恰，真的、哦。在荷兰在行走的时候呢，要特别留意脚踏车哦。这个脚踏车呢，让你会深深的感受到什么叫做马路如虎口哦。在荷兰是这样子的哈、哦，他们呢提倡了脚踏车的生活，节能环保减碳，这现在目前在欧洲呢是非常非常畅行的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一些人行道啦、步行街，你几乎看不到有很多的车子在穿梭在里面，也不会有非常多的摩托车在这里面。很多人常常会讲说，嗯，那是国家环境的不同啊，啊，对不对哈？然后这个国家有法度发展这啦，但是我跟你讲白哈，像这个国家呢，其实它的大小呢更加的不同。这个国家的大小呢，其实来的更为距离跟距离之间更远啊，距离跟距离之间更远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国家发展的脚踏车，你说。是在台湾就不能发展吗？其实还是可以的哈、哦，只是可能每一个人的想法跟看法会不太一样。Thank you.
前往库肯霍夫花园，这嘛是每一当春天的时阵来到荷兰最大的重头戏。荷兰一个对地球友善的经济模式，荷兰的奇迹循环经济，继隐形冠军工业 4.0 之后，全球最热门的新观念循环经济，一定慢慢的就在荷兰慢慢的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。荷兰每一年呢、每一年他所做的很多的建设，很多的循环经济呢都非常的不得了、其实每一年春天我们都会来到库肯霍夫花园，我就来看看这个举世闻名的库肯霍夫，全世界最大的球根类球茎类的荷兰郁金香呢，每一年吸引非常多的观光客来。荷兰继治水之后，继经济之后，再打造了这个库肯霍夫花园。眼看全球和有限的资源快没了，循环经济不只是在欧盟、日本、韩国在做，中国更在十几年前就开跑了。咱台湾起码不要让它追上这一波巨大的改革浪潮。一样没有天然资源，一样重度依赖进口的荷兰，已将循环经济升级为全国的共识，对于修东开始改变。荷兰真的哈、包括他的脚踏车、包括呢他的这个郁金香、很多很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，从机场到每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看得到荷兰最引以为傲的循环经济、平均每天有16万名的旅客呢进出的荷兰阿姆斯特丹。在这一段我们就先来静静的欣赏荷兰库肯霍夫花园。
来荷兰每一年来看库肯霍夫花园，这也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推展的一个行程啊。每一年都要抓准它的时间啊。这个库肯霍夫花园呢，打开红的时阵哦，你哪妈想来啊？花没有全开，它最好的时间呢是在开放大概十天以后，然后呢要在它结束的前两个礼拜，这个时候的库肯霍夫花园，它的花是开满最多的哦。那也因为这一路上哈都是在看郁金香花，所以我觉得配上了音乐，配上了这个景色，静静的来欣赏荷兰的库肯霍夫花园，听音乐啦，看这些花呢，才是最佳最适合的一个感觉。
看完阿姆斯特丹的库肯霍夫花园，我们先来到阿姆斯特丹的市区。那荷兰他现任的亲王呢，是威廉卡洛斯亲王，是现任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表弟。那近年来致力于推展荷兰的转型循环经济，荷兰循环经济的代言人，曾经请全国之力治水而闻名的全球最有名的荷兰，现在正请全国之力发展循环经济。所以咱今晚今礼拜了呢，准备要看的阿姆斯特丹，当时从水坝广场的中心点来出发，他推展出非常强而有力的治水工程，路面的电车可以说是第一名啊！你敢看，每一个人拢骑卡达车，每一个人几乎所有的马路上都一定有脚踏车的专用道，一定有脚踏车的专用道。这些脚踏车专用道呢，加起来比所有的汽车道还要来的冗长。在阿姆斯特丹，几乎人人都是有脚踏车的。这些脚踏车呢，各式各样都有，而且因为卡达车都无俗。对因来讲，因为卡达车不是买来专门买运动的哦。嘛，唔是买来专门哦，讲买吼要偌水偌好，因无一只卡达车是歹的哦。因大部分卡达车基本起跳拢八九千块以上的代票，他们把脚踏车当作是什么？当作你看这些 Autobike 哈，还有 Come Car 有无哈？他们把脚踏车当作是什么？他们把脚踏车当作是交通工具。所以在荷兰你可以看得到哈，到处就像在台湾摩托车一样的道理一样，到处都是脚踏车。二三十年前，当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你看到满街的脚踏车在穿梭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吼吼，啊这无进步啦！哦，你甲看今麦个你骑卡拉车哦，人马拢骑奥特曼啊！曾几何时，脚踏车变成了永续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环节啊！所以你今麦来个澳洲的时阵呢，你几乎可以在大城小巷当中呢，看到脚踏车穿梭，在各个城镇里面。在现在的社会经济当中，社会的环保意识抬头当中，骑摩托车变成了一种空气污染的杀手。全世界各国极力的在发展所谓的环保，极力的在发展空不能有空气污染的问题。不只是，不要说摩托啊，不要说这个什么摩托车都不要谈了哈，汽车都禁止你进来，还摩托车嘞哈，摩托车根本连谈都不用拿，根本不会让你进来哈。所以，但国外即卖发展上强的吼，都是卡拉车。啊，咱即卖行到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，这个水坝广场呢，嘛是上盖有名的一个物件，红灯区的站啊，进来的哦，站进来的哦。所以，这就是即卖咱要去设计一个所在，你甲看这两边边啊，会使看到标准的荷兰的建筑物吼，拢长长安尼吼，一间一间吼，安尼长长。塔门嘛，拢等等啊，这是啥啥物啊？但荷兰塔门是以前扣水诶，你的窗户大小是它扣水的重点，所以在荷兰你可以看得到，所有的这个它的窗户啊，做的都是狭长型的啊。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呢，遇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啊，你甲看哦，沿路行，沿路讲啊。那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而且你走在这个路上，你真的时时刻刻你要非常小心什么？你要非常小心脚踏车。在欧洲是这样哈，你人走在脚踏车的道路上面你去有卡达车弄掉，还是领导的代志哦？你背我卡达车哈，不是讲吼我该爱背你人哦，像那拖卡车清澈啊，你是不是看路呢？对人来讲是安尼哦，在台湾呢，只要大车撞小车，大家都会。还是很多人会认为大车的错，在欧洲他们可不吃这一套，他们认为行人当然优先，但是已经告诉你警告标语在那边，你行人犯法了，那你是有赔偿责任的。现在来到了水坝广场的中间呢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摩天轮了，但欧洲有加这类似像这种摩天轮这种游乐设施，他们是属于移动式的。他们会变成在每个城市呢巡回的展览了，
今天来到这个城市，明天到下个城市，后天到下个城市，大概为期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把它撤走。它在这一段时间呢，会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很强烈的活力，它也会为这个城市呢带来非常多的观光客，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住在这个城镇的小朋友，都会因为这个游乐设施架构在这边而慕名而来。其实还不错，因为这个国外太大了，你单纯盖在一个地方呢，好像不能活络经济，所以他干脆呢就在很多的地方盖起来。我看到不，咱在这个路中一直在看到地面上有电车的那个轨道，还可以看到脚踏车就穿梭在我们旁边。这也就是我刚刚前面所特别讲到的，在欧洲去有脚踏车弄到吼，家己走路跋倒拢是你的代志，你不可能讲去各进户，不太可能的事情。欧洲人的观念呢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清楚的告诉你，所有的标语、警告标语都在那边，不像台湾，台湾说，比如说我们台湾，你去开车去弄到人，撞到人的时候呢，这个法院还会判你说呢，你有没有及时能力可以反映说这个人，你看得到，如果你有及时能力，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忽然间跳出来，你都有一种叫做道义上的责任。我的妈呀，我曾经有讲过，这个在欧洲人来讲呢，什么叫道义？你错了就你错了，还有道义，就像在国外是一样的，当你爬山，你发生的山难，归咎你个人情况之下呢，你发生的意外，车祸掉到山谷，你叫直升机来给你救。我跟你说，过不多久竟会碎端笑端的告你下来，就到你家来了，霸归完的费用都要给你付。所以在国外他们很知道保护自身的安全，不要制造人家的麻烦，要守法，要做很多有利于社会的事，对他们人民来讲呢是非常正常的，他们不会什么东西都叫政府买单，因为政府会倒，他们也不会动不动呢就叫当地的谁谁谁来帮他盖一个红绿灯，都不会，他们依照了国家的建设来去发展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红灯区，但是这个红灯区呢，当然呢每一次能够拍摄的方式是不同，这一次我们来到这边呢比较不能够拍摄，所以这一趟呢我们并没有特别进到红灯区的橱窗女郎去拍摄他们，当然这也是对这个产业的一种尊重了，有时候你在那边拍人家看得不高兴了，何必制造自己麻烦，对吧？来，我们现在进去逛这个非常有名的红灯区，阿姆斯特丹的老城区。我们现在准备坐这个 PNO 渡轮啊，从荷兰坐渡轮前往下一个叫做是英国，我们这一趟的英荷比卢德之旅啊，很特别哦。那我们将抵达第一个位于英国北约克郡的一个叫塞尔比镇，这个距离约克镇呢非常非常的近哦。1069年英国境内少数中世纪的修道院的教堂，它独特的美，它悠久的历史，大规模的建筑呢，被约克郡隐藏的一块大宝石，有300多年历史，哇！这一个非常有名的塞尔比大教堂哦，塞尔比教堂。这塞尔比教堂呢，我们再换一个立场再去讲它哈，是什么？它最有名的就是台湾最有名的影星周杰伦，他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来去结婚拍婚纱了啊。所以这个收窄呢一下子就红起来了。当时在这个塞尔比小镇呢忽然间来到非常多的亚洲客人的时候呢，当时这个城镇的报道还不断的报道出来说，曾几何时亚洲人对于我们塞尔比教堂的历史呢充满了兴致，大幅的报道。后来才发现了，原来有一个亚洲的明星来我们这里高等来结婚了，跟这么多人来，以前从来没亚洲人客来到这里去投，来到这里参观，今天没来没去，忽然跟越来越多人来这参观，这是塞尔比教堂一炮而红。谁说明星代言没有魅力？谁说电视播出没有魅力？谁说电影不能够带动一个城市的观光？这些都是在最好最好的证明。
现在我们继续从塞尔比教堂结束掉之后，前往下一个重镇哦。这个地方呢是英国约克这个上盖比的小镇啊。